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课堂，我是段荣。今天呢继续为大家讲解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好的，我们来看棋盘。前几期呢给大家讲了小目地卦三间地家的一些定式的局部变化和一些实战。相信大家看了前几期的节目，通过这个高手的实战，对于这个在这个实战当中，怎么样来灵活的处理这种局部的棋形，可能会有一些体会。那么三间地家呢，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变化。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摆一个这样的局面。黑棋不管飞鸦也好，大飞照也好，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么大飞照白棋尖顶，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比较多的一种局面。白棋取得实地，但黑棋呢越走越厚了。那么走厚了之后，黑棋打入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厉害的。白的如果跳的话，黑棋拆二，黑棋有根据地了。白棋这两个子呢还飘着这两个子跟这边对比呢，明显黑棋强。跟这边对比呢，黑的有跟白的没有这个也是黑的要强一些。所以这个白的虽然先取了实地，但是也有他不满意的地方。如果在这边加攻的话呢，大家都没有跟但是黑棋抢先动手。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局部白棋作战，有的棋手会感觉到这个局部白棋可能会有点被动，但这样下的也有白的就这么弃掉，挖粘完把这个断掉弃子的也有但是可能有的棋手对这个棋形觉得黑棋太厚了，白棋比较被动，这个子呢他会觉得离黑棋比较强的地方近了一点那就会想到我如果远一路的话，假如我走得远一路，不管黑棋是选择这么大飞照过来也好，或者是选择这样飞鸦也好，黑棋走强之后，白棋这里留个拆二的空间，这样就安全了。黑棋拆二并没有意思，黑棋拆起二来很无趣，因为这里已经棋子比较多了，再拆二的话显得有点局促，白棋就守一守都可以。但黑棋进来之后，白棋这里留个拆二的空间就不一样了，白棋感觉就舒服多，比在这被打入白棋感觉这个安全的多基于这样的想法呢，所以最近一些年有一步棋也是很流行的，白棋在黑的挂角的时候，白棋就直接走在这儿。这个不知道是应该怎么称呼这步棋，不知道能不能称为四间地家因为它隔四格呢，给黑的留有一个拆二的空间，黑棋基本上是可以获得安定的能不能称作为加工，这个是一个疑问。但是呢，在确实在最近一些年的对局里面，这步棋也是非常流行的，所以呢也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相关的局面。那么白的走了这步之后黑棋最容易想到的是围拆二，不就很安全了吗？如果在白棋夹得紧的话，黑棋要考虑怎么安顿这个子，怎么让它有根据地越夹得越紧，黑棋这个处理起来可能就越有难度。但是走在这儿呢，明摆着给黑棋留个拆二的空间。那白棋什么意图呢拆二就让你拆二，我就顶一顶，然后再拆个一我们都知道立二拆三呢是一个标准的好形目数也不小棋形也没有漏洞，打入的时候黑棋可以盖住它但拆二呢略显有点局促，被白棋逼住以后，虽然黑棋基本上是获得了眼形，但是将来白棋还有在不能说进攻吧再骚扰一下黑棋的话还是有利可图
像下面白棋比较平稳，作为现在这个大题目的时代呢，白棋觉得就这么走一走，很把局面走得很悠长，这个也是可以的。他怕夹得太紧，被黑棋这边下后了之后，这一反攻这他觉得比较麻烦，所以这步棋也是很多棋手的选择。为了拆二，那就大家解谜，白棋顶一顶，拆个一。那么黑的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变化，黑棋有的棋手呢就想到，我如果先飞进来再拆二，这样我感觉这块棋呢也更加安全了，而且在实地上来说这个飞进来也不小所以也有单飞在这里的下法另外呢也有另外的想，还有一种想法呢，就是加得这么远对我这个子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干脆脱先或者干脆反加这也是一种很合理的思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黑棋如果飞进来，但黑棋现在如果选择这样的飞压呢，就似乎这样下的棋手呢很少因为白棋这个子的位置就比较理想，白的给自己留下一个拆二的空间呢，黑棋在这边走得越后，哪怕你就这么再走，黑棋走得越后的话越感觉白棋这个子在走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比方说我们摆一个这个木外的定式，黑棋把自己下得很厚了，但是呢损失了一些实地。黑棋这边子越多越感觉到白棋这个子离得越远越好，走近了的话容易被他攻击，更近的话被攻得更惨，走在这儿呢黑棋攻不到他，白棋轻松的一拆二就活了。所以黑棋不管飞压也好或者是大飞照也好，大飞照的话白棋尖顶，然后黑棋长一拍，白棋爬完跳出去，黑棋走个外势对这个子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一般在这种场合下黑棋不太会考虑飞压和大飞照，这个是跟三间家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当然黑棋也更没有必要去这样跳，三间家呢黑棋感觉局部做活的空间小，所以要往外走，但是在这儿呢明摆着有个拆二，黑棋就没有必要往天空上去拆二这里明明有根据地，往天上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个主要的变化呢就集中在这简明的拆二或者飞进角还有反夹这几类。我们来看看反夹，白棋当然普通的就这么走一走也是可以的，但是更激烈紧凑一点的下法呢是白棋拆这个二，下一步呢要把黑棋给压进去。黑棋如果这么普通简单的，如果简单的跳出来，白棋飞起来，白棋把头扬起来了，黑棋局部呢要活的话还需要再补棋，这个黑的感觉不是很充分，所以黑棋要飞压。那么白棋如果就这么普通的走，白棋跳出来，那白棋也是很满意的这个跳出来了之后白棋这块棋安全了，黑棋这个走出来呢，这个至少可以看出来这个交换白棋并不亏还是跟黑棋飞压有类似的效果，而且这个白棋拆二跟黑的飞的交换白棋还有便宜的可能但是在这时候呢黑棋有可能会使出强手强行搬下来这个是白棋可能需要有所担心的。白的如果就这么搬，哈哈，那被黑棋压迫在二路，这黑棋这效果明显黑的比长要好多了白的要是这样反击呢也有点勉强，这个黑棋拐出来
白旗这三个字被断在里面，跟黑旗杀气显然是不利的。那所以黑旗这一搬很厉害，白的断的话呢，黑旗利也好长也好，这个都是这一搬是很比较严厉的下法。那么白旗对付这个搬，白的怎么办呢？白旗可以从另外一条路来想办法，尖顶，尖顶，黑的经常要倒，那么白旗再搬出来，黑的断吃，白旗接住，这样下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断很明显变得严厉了，黑的当然不能补断，这边被断吃了，黑的在这边如果走得松的话，这里被断掉了，所以黑的也只有打吃，那么白的再断打，黑的提掉的话，现在这个局面呢，白旗可以打上去，打上去，黑的如果粘上，白的一粘，这个黑的就，不太好办。搬这个的话呢，局部这有断了吃大头鬼的手段，那么白旗还可以先在外边搬，局部一断呢，黑旗得吃个大头鬼死掉了。打吃完一扑再一战，白棋实力是很大的。长这个呢，同样气不够，黑棋白棋延气之后再挡在这里，白棋先手半战延气再挡在这，同样是气不够，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直接打劫呢，很显然棋出无劫，没有劫财。那么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外边补一补。虽然白棋里面呢也是吃不干净，白棋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白棋补不干净，如果补这个劫，黑棋在脚上还有手段，如果补这边呢，很显然留着一个劫，所以白棋要补干净呢需要补两手，那黑棋就有这个跟白棋纠缠的空间了，至少可以连占两个大场。但是不管怎么说，白棋即使普通的黑棋如果占两个普通的大场，白棋把这里补干净的话，白棋实地也还是可观，所以白棋往这里尖顶完虎出来反击这是一条路。那么白棋也可以选择温和一点，就不打上来既然打上来补不干净，白棋单退，这个也是一种选择。那么黑棋补外边的话，白棋在脚上把黑棋吃掉黑棋可以这样利用白棋，这样或者这样利用白棋收气来把自己外边给补好，白棋可以收气吃掉它。那么黑棋还残留一点官子之类的，这也是一种变化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黑棋这一搬是一个比较强的手段，如果这么退太平淡了，被白棋跳出来，这个黑棋不太理想所以搬，即使白棋有这样的反击手段，黑棋也还是有对付它的空间的。刚才我们说黑棋吃掉弃掉脚上取得一个外势如果在这边价值比较大的情况下，黑棋是可以这样选择的。那么假设这边价值不大，比方说这边是我们假设一种局面，这里是白棋的五六角，黑棋再这么去吃在外面走得太厚也没有多少发挥的空间，那黑棋这时候呢就可以考虑另外的选择，白棋在顶了搬过来的时候，黑棋可以这么走横顶一下，就不跟白棋正面作战，白的如果粘了，黑棋再拐出来白的虽然出头了，但是这个子撞伤了这一下也是明显的大输手，所以黑棋也有它值得骄傲的地方白的如果硬打，那黑棋顶到一下之后呢，这里一断，这一打，
黑漆，这个白漆可能就有点问题，这个，黑的再一爬，打是先手啊，外面先手走完之后，黑漆都活了，白漆还没有活呢。那比如说这样，黑的外围也都有先手，之后呢，黑棋哪怕就把自己补活，白棋也非常的苦，所以白棋硬挡呢也有点无理，粘呢也感觉是鱼形，白棋这时候比较好的下法呢是单断，那么黑棋不管拐出来也好，或者是二路搬，这样呢黑棋就把重点放在这边，这边呢。白棋可以吃掉，黑棋就把它都看清了啊。假如在一个啊，当然我们是，如果在右边都价值不太大的场合，黑棋就这样下啊，这也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吧。那么总之，黑棋飞压。白棋如果是这么爬的情况下，黑棋一定是要考虑这个扳，这么长的话呢，局部已经黑棋已经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只有这样扳下来紧凑的跟白棋作战啊，这个才比较感觉比较有劲。那如果白棋不愿意被黑棋扳头啊，比如说白棋觉得刚才这个假设有一种局面，白棋觉得刚才这个尖顶被黑棋这么拔一个子啊，这边下得很厚，白棋如果这边价值比较大的场合，白棋也有其他的下法，就是黑棋飞压的时候，白棋啊轻灵一点往外跳，这也是一种选择。往外跳的话呢，黑棋应该说不太可能冲断，冲断这个白棋就，如果黑棋这么吃一个子呢，感觉吃的太小啊，明明这样就已经吃掉了，还往这儿多加一个子，显得有点多余，所以这个冲断是不担心的。断这边呢，白棋也有这个有反击的可能性，因为白棋吃掉这一个子，这个有眼位了，白棋有反击的可能性。那么本形呢是拐在这里，白子呢不能往前顶，顶的话呢，黑棋不管是再断这个也好，或者是再断这边也好，这黑棋这一拐已经补断了，再把外边夹住，白棋还得后手活到脚上去，这个白的是不能满意的。那么拐的时候不能往前顶，局部来讲呢啊，白棋要粘上，当然有的局面白棋也可以灵活一点啊，就不要了，但是局部来讲这个粘上还是很大的。那么黑棋再从这边来进攻啊，白的如果贴的话，黑棋这一扳头很舒服，白的有点难受，如果扳被断了，靠这个的话黑棋挖断了，这白棋不行，那这样走出来被黑棋尖刺一下，这个呢啊，棋形不太舒服，那白棋也有直接尖出来的下法啊，这个黑棋在啊，根据情况再贴或者再出头，这也是一种形成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战斗吧，这个局部大致的变化呢主要的变化就是这么一些啊，当然还有一种更主流的选择，最近棋谱里面出现的比较多的是在这一带反将。那么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实战的例子啊，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四将低将吧，暂且称它为四将低将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盘对局，这个呢是由黑棋是李豪杰，白棋是周瑞阳，黑棋挂角，白的走这儿，
黑的呢，这盘棋的局面黑棋处理的相当的明啊，简单明了，黑棋远远的这么反夹一下，白棋飞起来，黑棋也没有在脚上去跟白棋做过多的纠缠，而是就这么一拆，白棋尖顶，黑棋又脱线了啊，占个大场。当然，这种下法也是一种很简单明了的下法。这个子呢，白棋要是再这样补一手呢，黑棋死了也不可惜啊。等于这样的局面，白棋这个地方明显是拆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白棋也不会去补。白棋以后考虑的呢，可能是要大吃，但不补呢，黑棋将来就这么长出来啊。这个地方白棋留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黑棋可以靠断的，本形呢，白的还是要再补一个，黑的又可以拆了，又再走回来了。所以白棋夹得远啊，夹得很远的情况下，黑棋就连续的脱先，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很明快的选择。因为离得远的话啊，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离得越远，对黑棋的压力越小。即使黑棋脱先，白棋再尖顶，黑棋还有拆二的空间。白棋在这边夹过来的话呢，啊，即使再尖顶，黑棋还有跑的余地，啊，都走完吃掉了呢，白棋感觉啊，棋形效率也不见得有多高，啊，所以脱先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好，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盘棋。这盘棋呢是两位实力很强的小将，黑棋是谢尔豪，白棋呢是连笑。也是夹在这里。这盘棋呢黑棋也是脱先了，不过脱先走的是挂角，白棋加攻。黑棋呢，刚才那盘呢离得更远，这盘呢黑棋走到这儿，走到这儿，白棋的本形呢应该说是尖出来，不走呢被黑棋照进去，白棋就被动了。出头如果这样出啊，反倒容易被黑棋啊借进，黑棋这样借进，或者黑棋还有这个挖的手段，这一挖也不是很好对付。挖占完白棋这个断点，怎么补都有它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小尖是本性。那黑棋夹一下之后再飞进来，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下法。白棋如果把它飞照呢，黑棋爬一爬就先手活了，然后就拆过来。因为白棋这个离得远呢，黑棋这个做活的空间大，现在已经可以不走了，再把这个拆回来。那么这个当初的挂啊，黑棋再在这边再将来再动手的话，这个挂也有先手便宜的感觉。因为白棋这个子离自己的后势有点近，所以黑的不怕白棋去飞锋。拆二呢也不太怕，这边有靠出来，脚上还有活棋，所以白棋拆二价值也不大。那白棋保留这个飞锋，先在这边加攻，想把黑棋走中之后，白棋再走出来把黑棋封住，这样的话比黑棋一步拆过来，白的就要好多了。那么黑的呢，也不想把棋走得太重，他拆一个，在这边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棋形，白棋脱过，在双方和平解决，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双方可以接受的变化吧，可以说。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盘实战。也是两位这个年轻棋手。黑棋是曹逍遥，白棋黄云松。
角，白棋，四点加，黑的呢这盘选择的是飞进去，白的呢拆二，黑棋飞压。好，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爬的话呢，黑棋有搬下去的手段，这盘棋呢白棋可能感觉到不愿意被黑棋搬下去，所以他单跳，黑子呢冲，白棋打，黑棋拐，拐是一个本形，很扎实，白的粘上，黑棋加攻，白棋是尖出来的，因为贴的话被搬还得弯出来，白棋感觉这个棋形比较难受，所以直接一步尖出来，尖出来，黑棋在这贴呢对这边当然是很有好处，但是走得越多对这块棋呢越不利，所以黑的也没有贴，黑棋认为这么走是本手，这也体现了黑棋他的一种对这个棋形的理解。那白棋跳，白棋跳呢对这块施加压力，同时为了反夹这边做准备啊。那下一步一靠进去呢，黑棋虽然可以活，但是太苦闷了，所以黑的呢要出头，黑的就这么朴实的跳出来，黑的跳出来之后白棋呢是反夹，也形成一种这个黑棋这个子呢不太舍得死，将来如果被白棋这么挂完再补一手吃掉的话还是挺大的，所以黑棋呢跳，白的如果封上面，黑棋就从底下溜走了，白的挡的话黑棋又杀出来形成一种混战的局面，白棋呢在挡之前觉得这地方棋形可以纠缠一下得到一些便宜黑的不管怎么硬的话感觉有点别扭，比如说这样粘起来的话，白棋再这么顶他白棋的意图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把黑棋的眼位给破掉，这是如果都这么走到的话呢，黑棋整块白棋活了，黑棋整块呢眼位不全，所以白棋这个尖顶这样的下法也是很刁钻的那黑棋应该也很灵活，黑棋从下边拖，白棋搬了被一段，上边这个子死了，所以只有搬外边，黑的一退，这样的形成一场这种互相纠缠战斗的这样一种局面这个也是一种变化。二路飞，白棋加攻，这个四间低加变化呢还有很多白棋很走得很宽松黑棋呢各种各样的反夹，这里这里各种各样的反夹，这都是有的这个下法呢跟我们刚才说的三间低加呢有类似的地方，不过呢这盘棋的变化呢还是很有意思，白棋虎过来再翻打这是李煜挺对姜维杰的一盘棋，白棋利用黑棋现在没有劫不敢开这个，把黑棋包进去包进去之后呢黑棋还没有活，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黑棋活在脚上，但是白棋呢从外边把它包住。好的，那么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关于这个四间低加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变化，我们下一期再为大家讲。好，谢谢您的收看，再见。